义一定要吃鸡肉饭，那到底哪一间才是嘉义人心中的 number one？他们其实有鸡腿肉，有鸡胸肉交错，油葱酥好好吃哦。Kano 电影场景大公开，跟着近藤教练感受森林文创园区的怀旧氛围。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甲子园。Go Go 台湾玩台湾，带你上山下海玩到翻，请锁定台湾交通电视台。